各位贵宾您好，我们目前正往高雄的机场下降，请您回到座位上，系安全带系好。我们今年非常高兴能够安排杨叔导演这样子中国的独立电影工作者，他们面对政治的那个勇气。你怎么看起来比电脑里还熟？哎，张先生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就是杨小姐。你可千万不要回来，这是五年前警察来家的时候我录下的。 杨叔拍这样的片子，歪曲事实。如果他不终止放映计划，或者按我们的要求重新剪辑，我们一定会再采取强制措施，让他一辈子都别想再进国门一步。失踪判刑我都知道，断绝关系我是第一次听说。一二三，下一个，好。啊，谢谢谢谢，不客气不客气，来打个。来个。 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爸陈大姐，我爸想让我问你一下，对这你们亲戚吗？你们这是啊，不是，朋友的孩子。假设将来有一天，我们不得不走到断绝关系的这一步，你们也不要意外。导演。 这个剧本里面有你生活的影子，是吗？月月，过来，来，坐到这里。